哇，你奶奶这火候！我操，齐天大圣，真的猛，兄弟们！我去，俊神厉害呀！我去，真的好厉害！今天何俊的猴子是真的猛。这么惨吗？哎，老 K 失误，老 K 已经崩了。我靠，要不是何俊有一把十五，8-0了都。超级联赛的繁华已经散去了哈，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局啊，待取几局会分享给大家哈，大家可以继续关注。然后这一局的话啊，选自老 K 打何俊也是相当的精彩了。连这个吴志辉啊，一般都不轻易夸人的，都夸起了俊神啊，请叫他俊神，对吧？老 K 压得相当给力啊，龙二基本上动不了啊，动的话就打你。二发大招，好，一个能量闪现想要来一个抓哈，老 K 也是跑得很快，直接跳开之后还前冲追过来，虚晃一下想骗大招 AB 啊，占比点的不错啊，风险，哎呀，风险之后这个时候，应该直接打一套六连，或者直接呢是发一个波哈。想要去贴身没有贴好，导致呢这个大猪斩气给猴子又多加了一颗气啊，三颗气的猴子啊。一边横扎一边斜扎都是在骗的啊，他横扎过来突然刹车，你不能动，你动的话他就斜扎下来，然后就可以确反了。老 K 也是知道这个何俊的套路哈，我就不动。喂，好，斜杀横杀之后，带入一个飞燕斩杀。这一把的话，八神貌似没有什么作为啊，打不出该有的套路啊。跳，有点远了。空防落地的话啊，能否抓的话，也要看落地的距离，还有贴身的距离。老 K 也是太保守了，都不敢冲过去啊。好，能量闪现漂亮啊，下臂操纵，带入一套必杀。还没死呢。这把你不过来，我猴子，我去，突然炸过来，太快了。好，刚一个，好扎扎，再追击，暴切，被骗了！你看，他横扎过来就是要骗你的啊，看得很精准，残血直接磨死反伤，厉害啊！好，关注秀秀，不会走丢。